现场。还挺美的。瀑布啊，贵州是不是瀑布？大瀑布。黄果树。有，但是我们没去，我们没去。嗯。那我们去那个瀑布在哪？贵州的。我们哪儿去了瀑布？瀑布去了。去了。还想瀑布啊？我说你泡在水里那个。我们贵州有走过很多丛林，然后到一个地方的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去。有，真的？但是我记得从车开很远，开到之后，然后就下去之后，然后下去之前有一个树，有一个大树，然后走，才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？你说你泡在水里的那个是吧？我看到街边的那个，新贝的那个，是那个吗？那个地方在横店，不是那个地方。没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哥哥记性这么好，不知道为啥就记不起来一个瀑布。